6月6号凌晨，胡歌罕见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日常自拍照，并配文 I'm back。 胡歌一身休闲装扮，帅气有型，所晒照片也十分搞怪有趣。可是再翻看他之前的微博啊，除了广告还是广告，突然晒出自拍照，网友看后纷纷惊喜留言道：乌力哥终于发日常了，这个一刻居然不是广告，是自拍，哇，没有看错吧，谢谢你回来，还送上不止一个你。